我是一只优秀的僵尸，现在每天都有人排着队来偷看我。唉，太优秀了，果然不好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进城门了。哎，等等，听我回来。话说这哥们打扮挺骚气啊，会跳野狼 disco 吗？不会，下一个。哎，太菜了，亏你还打扮得那么骚气，要不以后就叫你菜老师吧。啊？话说你这技能啥意思啊？带着他们一起跳舞？哼，你就等着看后戏吧。让你看看我的长条神技。哎呦，这么自信，走走，带你出去溜溜。先来个病毒炸弹开开胃，然后超级病毒 6.0 揍你，瞬间爆炸，刺激。接下来就是你了，上吧蔡老师。天哪，难道你是 MJ？ 呵呵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而且全场时间暂停了。呵呵，我知道我很厉害了。厉害个屁嘞！你把自己人也给定住了，这样的战停有什么意义啊？别怕，我近战能力也很强的。我们又来了，看我的！啊，我死了。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？奇怪哥快上，我派雪怪哥来支援你。哦，还是雪怪哥厉害呀、啊！还好没有指望这个菜鸡。哎，等等，时间暂停是不是可以这样用？再给你一次表演的机会。哦，先来个病毒炸弹。然后超级病毒 6.0 揍你。哎呦，这里还藏了两个，上吧恶魔领主。我们又要来啦，就是现在，上吧蔡老师。哈哈，趁时间暂停，快速放上雪怪哥和茄怪哥，时间流动吧。哈哈哈，无敌。那是，我是不是超厉害？明明是我用的好，好吗？